来了，首先要做好防护。哦。放不放？不放。怕个鬼，不需要。这也不叫定型。定型。对。这个给鱼，让它死的方硬。鱼很大。那放点盐让它入味，好吧？好。好，下面可以。熊师傅，它皮都没了。啊？它皮都没了。这什么皮呀、啊？硬都没了。下面就是加水。为什么要加水？嗯。看白肉不好水。倒进去，所以这道菜叫什么？叫红烧叫鲫鱼汤，没有红烧。都不鲜艳，还得光，这鱼有点大，再来吧。你很鲜艳啊。对，很新鲜。你今天很鲜艳，你今天特别鲜艳。调料加进去。安静的死去，很久没玩你的新的鱼汤，差点太能水，你这开这么近吗？只能看到人脸了，这么多汤，一看就很新鲜，是不是？把它盖上，煮20分钟。就好。可以了。等待，等待20分钟之后。